我是柳燕老师。今天呢，我化身为 L 美法特务，带着大家一起来对抗最大的敌人——时间。首先呢，我欢迎呢 L 的小编跟我一起来执行任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美法特务好。你好。听说今天特务呢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法器，那赶紧请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吧。好啊。然后传统的吹风机啊，他们就是有很高的温度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它让你的头皮也受伤了。Dyson 有一个非常强大马达的一个吸尘器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呢，他们把这个科技呢用在吹风机上面了，就是这个 Dyson 的吹风机，它有一个呢 V9 数位。马达再加上呢气流倍增技术，可以形成一个强劲的气流，让你快速的吹干你的头发，重点是不伤头皮，而且又不会呢让你的发丝流失大量的水分，减少你对一个高温的一个依赖，让发丝比较健康。母亲节要到了，这支 Dyson 吹风机感觉非常适合送给妈妈呢。是，这次 Dyson 呢特别推出了噔噔噔噔，哇，母亲节的礼盒。除了吹风机之外呢，还有两把厉害的梳子，对，它是按摩发梳，还有顺发梳。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到 Dyson 的现场，就是他们头发科学展示站，可以做头皮检测，还有你的发丝受损程度如何，所以非常适合带着妈妈一起来体验哦。我是 L 美发特务柳燕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